成功，对不对？今天理想文在唱我们想见你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我要说版权费。我到南半球来了，我们住同一个酒店，我昨天要打招呼，不过现在在台上，版权费还是要收一下，对不对？澳洲之前就是问朋友，我就很期待路上会看到袋鼠，结果没有，我进了一个鼠的店的店，看到袋鼠了，吃袋鼠的蛋。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来到了澳洲，就很想要看看这边的风景。我们就走着过歌剧院，沿着就看到，哎，有个酒吧，它写着 Happy Hour 啤酒半价。我们大家就走进去，喝了两杯，然后很开心。走走走，下一家店，哎，又是啤酒半价。走几后我就爱上了这边。但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最好最好最美好的风景，就是可以在演出在台上看到全场的你们，谢谢。